房车全国自驾游。今天我要离开大连，轮渡过海去青岛。把房车开到船上以后，扫码报备，坐船坐了7个小时，终于到达了烟台。由于是轮渡房车，排队等待了1个小时才把房车开出船舱。开了200公里到达青岛，我找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露营，拿出我的户外电源D2光充1000泡，冬天露营低温用电全靠它，里面还有一度电，强充光充最快1.8小时就能充满。折腾了一天还没吃饭，我就用D2在房车里煮了点粥，吃完饭就洗漱休息了。青岛哪里有好玩的，评论区留言哦。